大家早，今天我要去一趟台中，因为我朋友的妹妹来了台湾，然后隔离了14天，所以现在她终于出来了，想要来逛一逛台北。可是我们也有很多东西想要送给她，所以我们先要去一趟台中，然后走走逛逛一下台中，再回来台北。今晚只是一天的旅程，所以呢，现在非常的兴奋。我们快要去台北车站坐那个国光公车了，所以应该是国光公车吧，不太清楚。我们的班次是在10:56早上。现在已经10点了，所以我们快要出发到台北车站喽。那我们走吧。终于，不好意思，对，是他的错，那么慢，我们到，然后我们还剩3分钟 ，OK， made it。我想要宣布一个东西，就是全个巴士都是我们的。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司机，所以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不受约束的享受这2个小时的行程。是真的，真的没有人。对。你的行程是 10km 以内啊，对， 10km 以内，你的悠游卡那个费就是免费$0，我们喜欢免费的，对，所以非常开心，非常喜欢台中的建筑，超漂亮的，看，你看，什么都超漂亮，对啊。不像台北，全都旧旧的。Thank you.
现在正在等我朋友还有他的妹妹，因为他们在宿舍里做东西，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坐着等着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消息。当我在等他们做好他们的东西，我就在看日落。我非常喜欢看日落，夕阳、黄昏，因为呢，它让我觉得，哇，神真的是神奇，神真的很好。然后我也觉得日落的时候真的非常漂亮，也好像是我的一整天开始结束，慢慢的结束，渐渐的慢下来，我的一整天就完成了。大家，我们终于来到逢甲夜市。真的？在台湾，我最喜欢的夜市。嗯，真的。哎，你要你的牛排吗 ？OK 呀，他要。小妹妹想要买牛排，那我们买牛排吧。我刚买了地瓜球，排了那么长那么久，终于地瓜球。来呀，来一份。又软。又 QQ， 地瓜的味道又好吃。对，给我的摄影师。哈，哈哈，介绍给这些小孩子，台湾的最佳地瓜球。OK， 我不知道如果是这一家还是什么。我先去喝。Time for some beef. Try. How is it? 嗯。好吧，一份。那谁？我比较喜欢配。普通的盐的 ，OK fine。不知道调一下怎么？因为我们这边没了。蛮好的 beef， 可是起司的味道有一点怪怪。因为鸡肉对，我比较喜欢盐。来那鸡架中。没忙。继续逛吧。哎，你好，来一杯啊。我点了。柠檬爱玉，其实想点仙草奶茶奶冬，可是换主意，所以点了柠檬爱玉。所以你点？大家好，这边来一杯珍珠奶茶，仙草奶冬，还是要冬瓜柠檬？谢谢。Let's try it. 可以点蓝色奶茶这边点哦。大家好，可以帮我点蓝色奶茶。香菇，香菇，冰菇。现在
热狗，可是不是热狗，因为里面没有热狗，所以我买了 mozzarella Corndogs， 全部都是 cheese， 对，上面有糖，有番茄酱，还有 honey mustard， 可以吗？Sugar， 把这个 Corndog 弄得非常好吃，有那个有那个 like extra kick， you know， extra bam。我们刚逛完逢甲夜市，现在正要骑一个 U bike 回去那个车站，然后搭我们的巴士回去台北市了。我们出发吧。OK， 那我们在巴士见咯。我们到了我们的巴士站，在那边，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一天行程到台中，没做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没有计划，哦，没有计划吗？没有时间吧？有 list， 可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关系，改天再来吧。可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如果你喜欢这种影片的话，你可以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帮我们 subscribe， 在这边，我不知道在哪里，可是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and 我们下次再见咯。See you on the next one。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台北咯。Go go。Winter brought me to the water where we used to play. Frozen solid, singing softly songs of yesterday. Wilted lilacs painting all these broken memories.Blurred reflections on the ice of you close to me. Ooh.